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豪豪。我是陈琳。我们今天来这边干嘛？我们今天来扭这个，这是很薄的这样子，我超想要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扭到，扭到不太好。对，扭一次只要100块。对，超薄的，那老板超薄，100块。那我们今天的计划是什么？可以买。他说要扭黄金葡萄干。我要花多少钱可以把黄金葡萄干扭出来？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这是黄金福利沙哎，好脏哦！我刚才说，如果第一抽抽到黄金福利沙，我就可以下班了。好了，好，我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拜拜。不行啦，你要回来抽整套啊，这样后面怎么看？看什么？布罗利。哎，布罗利，而且这颗还没灌紧呢。好脏！好，老板还够出来。好夸张哦！第二颗布罗利，哎，两只布罗利，哎，好夸张哦！而且那头发是不是实色？就是他是故意做比较透色，对啊，发光的透色，很好看哎。对啊，好好看哦！哎，一套呢？我们没有要包布罗利啊，先生。还布罗利一套，布罗利舰队。这是布罗利吗？没有，哎，悟空，是悟空，是哪？这个。哎、欸，我抽到我要的两个了，我下班，下班，姐。回来，还有一只，我还有一只啊，还有两只啊。哎、欸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不送。要不然要跟你回家。哎、欸，好帅哦。超晒蓝，哦，不是那个棒晒的晒，好不好？看什么？布罗利，布罗利。红色的。好，贝吉塔。贝吉塔分颜色，超赛红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忘了带我的背景灯。对，贝吉塔。啊，贝吉塔，谢谢贝吉塔。第六扭。好了。我本来想今天想说会不会破你上次的记录，5扭跟5扭一样，没想到我必须花到六扭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就是他。6扭，很夸张哎。300，欧洲人。哎、欸，不是600，欧洲人。做一只布罗利很赚哎、欸。对啊。好好加码贝吉塔，干！啊，好好加码。好好乱花钱，乱花包。谢谢老板的赞助的钱。再一抽。哎呦，不要闹了。老板再一抽。我就是布罗利。哇塞！不是说好了没有布罗利吗？不是说好没了吗？好好够了。一颗150，一颗150。好，哥够了，老板会揍你。欧洲女神可以的，好了，够了，好哥，你太多布罗。我觉得我转上了。对啊，你太多布罗利了。哎、欸，老板，那、你们都把我布罗利扭了。那、你怎么知道？我要卖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要卖布罗利？还你，100块退我。我三只，你有三个布罗利。同一台。还你100块退我，没办法，哎，我还你100块退我。老板生气了，还你，你扣。老板生气了，有包被子了，有包被子了，快点，我还你，不行，还我一个被子。是有被子扣的吗？没有，是他要，是乌吉塔啦。乌吉塔，乌吉塔，你还要？你还有？我为什么没抽中？零秒哎，悟空，三只悟空了，一只，两只。红色你有扭出来吗？红色有啊，老板青苔哦，老板青苔哦，够了，豪哥，哎、欸，有了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一个赞，可以帮我订阅一下哦，记得帮我分享，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上好，拜拜。